接下来节目是由三个小朋友组成，从认谱到节奏合奏，对初学不久的孩子来说是件很艰辛的挑战，但他们做到了。欢迎张启恩、廖子珍、郑嘉威为我们带来 A Charlie Nor Easter。谢谢这三位可爱的小女孩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。